我们晚上就在这里住车了。外面还有牛在吃草呢，在草原上，哇，好漂亮。好看吗？这样子啊，一边是草原，另外一边是村庄。那边是村庄，好漂亮的村庄啊。特别的原生态。真美。秋天快到了，叶子都快黄了。还好的牛在吃草啊。他们一点都不怕人的。我们晚上准备不在这边住车了，把车停到这边，然后去村里逛一下，去前面逛一下，拍拍照片，然后就离开这里。好冷啊我穿了一套在西藏买的那个藏服，然后来这边拍照，特别有意境，但是有点冷啊。哎，那个房小房子不错嘛，应该是个厕所吧。厕所。我要一个脸部特写可以吗？我刚刚那么多照片，一张腰都没有啊！来了来了，太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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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有没有读书啊？有呀。有啊，在哪里读书啊？在哈巴河。哈巴河哦。这么远都读书啊？我们两个在写的歌。你们是什么民族啊？是哈萨克族。哈萨克族啊？对。哦。他是哈萨克族啊，他什么？他天天说他不是哈萨克族，我是哈萨，他是汉语族，他是汉语族。哎天，我先问话，他天天说孔沙，不是哈萨沙啊，红沙。红沙沙，唱爸爸，你们一起当爸爸，翻翻利用红沙沙，当妈妈是翻翻，你们一起当爸爸。了不起。红沙沙，每个人。
们跳出来。他是汉语，我们都是汉语。找杨丽。好的，我们要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出发去喀纳斯，拜拜拜拜这么快就结识了新朋友了吗？拜拜。这个地方真不错，很舒服的感觉。杨丽是吧？怎么还有90多公里啊？你导航位置到那边去了。这个村庄真漂亮。真漂亮。我们可能已经到了游客中心这里了，因为天快黑了，就突然间一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酒店，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游客吃饭啊，特别热闹。因为我看那个导航说的是离喀纳斯还有30公里，我猜测了一下，这里应该是那个游客服务中心，可能明天只能坐那个他们的区间车进去了去买票。但是这边好冷啊，特别特别冷，我感觉我的手都被冻了一下，都快长冻疮了。我有点想打那个暖气的，要不要打暖气？有点冷。嗯，我们刚刚吃了面，煮了一碗面，中午那个面条，吃了一碗面，现在洗下碗，可能要把暖气打起来，我在纠结。嗯，来的路上挺漂亮的，啊，挺漂亮的，不知道明天里面怎么样。啊，那行了，那今天视频拍到这里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拜拜。